最近我很爱刷那个小红书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的歌单有一些朋友们已经看到了，然后有一些人很失望，有一些人很失落，但我接下来就要给你们惊喜，这是歌单里面没有的。苏州的朋友们，你们赚到了。然后呢，我希望呢，2024年我的第一个影片就让你们献给我好吗？给我唱。曲歌后阿令世界巡回演唱会持续进行中，6日在苏州演唱会上，他为苏州歌迷准备了两大惊喜，表示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因为被爆雷歌单说很失望，所以阿令特地准备惊喜曲目《天若有情》，并举起手机与台下歌迷自拍，说2024的第一个影片就让你们献给我。感谢你们，2024年的第一场演唱会献给了阿令，谢谢。你们也很美很帅。我们要一直保持这样好吗？不管因为刚刚有人叫我什么，我是第34届，掌声鼓励。对，没有错，因为我记得我在我的得奖的感言里面有说，不管高矮胖瘦，我就是我。刚是被踩了吗？但我喜欢你的声音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觉得我应该不要讲太多，唱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呢，有一件事情就是，最近我很爱刷那个小红书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的歌单有一些朋友们已经看到了，然后有一些人很失望，有一些人很失落。我接下来就要给你们惊喜，这是歌单里面没有的。苏州的朋友们，你们赚到了。然后呢，我希望呢，2024年我的第一个影片就让你们献给我好吗？给我唱。